刚刚已经铺好了，对不对？铺好了，先不盖，先不盖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拿起，烧水壶，这个叫烧水壶，来拉三次。怎么拉？不会拉的，你就，不会拉的，你就这样子一次就好。我那个都直接跟倒落去就好了。因为为什么要拉三次？就是因为把最里面的茶叶要让它翻滚，哦，让它都让它冲到。那七分满吗？八分满。八分满。八分满。那再壶盖盖好了。这个才七分，那个八分。壶盖好了，因为壶盖盖上了啊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我们要来开始拿茶盅。茶盅。按手定心。那我们现在有道路哦，要走的哦，不要从壶叶过去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边，从左前右前方，右前方，住到左边的第一个茶盏，从这边，左边，从右边过来，对不对？走到左边的那个茶盏，对，好，来开始温盏，对，温盏温三分之一没关系。剩下的再倒入水泥就好了。那我们就三杯，三杯，对，每一杯都要三个人，要三个人就三个人啊。好，那茶盅是不是还有剩？再放到我们的中心点。转有没有？你要本来是这样对不对？你又这样转过来，好，交给左手，好，交给左手倒到水泥，交给左手倒水泥啊。对，因为本来老师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流你这样不能倒，你要交给左手。交给左手。你来中间，你拿到中交给左手，好，然后倒进倒下去，交给左手。啊，你的鱼要向哪边？向右边，流要向右边，口向右边。对，所以你手还是帮助它壶换的方向。对，要换。在地方就是这样转，我们会转的人，像我光这个练就要练四个月。